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迎宾成，我是一个本地的设计师。我这个 collection 的 inspiration 是来自一个埃及的神，它是有一个甲虫的面的，然后我是向着这个方向去想，构思一个比较不同的世界。人如果向着这个虫的方法去进化的话，它的肢体会有什么变化，这样去呈现这一种感觉。我在我的衫里面呢就融入了一些多关节啦，还有一些视觉的错觉，即係同一個設計裏面會有多種唔同嘅著法，去營造佢一種進化時佢嘅蜕變。